Clutch Factor 曹芳，人称果子哥，接秀圈的一哥呀。让我有好果子吃吧。他是一个球队领袖兼精神领袖。曹芳的篮板球，场上最矮的球员拿到篮板。站在我个人角度上，是不惧怕任何对手。急停跳投，后打的转身后仰跳投，中投也有，方向，用速度破掉，左手的上篮漂亮，太牛了，小芳。曹芳干拔三分球来了。你怎么就叫了一个单子？不是这个，直接他是个空篮了。后仰跳投，哎呦，这个球还是没有寻求和队友之间联系。第九，第九，曹芳，你脑子里啊？24秒的时间，你运到剩9秒了。24秒的时间，在你手里运15秒，还在曹芳手里。头盔，三分球。漂亮！他个子高，但是该出手时特别的准确。他更像是很多草丛球员的一个代表。曹芳的三打三分来了。三次参加 CBA 选秀，是因为他确实存在的和 CBA 的向往，和梦想的向往。他要重新，他要改变自己，这是很多男球员的一个梦想。